咱大家拢知影，这五十五首，这个开场首是这个钟炳谦。哎呀，这个咱这个消息看起来哦，这脾气太来了。咱前下较歹，大家拢知影咱这疫情这严重啦。啊，伊嘛吼，咱这政策会用务实啦，啊慢慢啊来个注意啦，啊慢慢啊甲环境来个嘛是爱看环境的，变好嘛是爱慢慢啊，大家政策爱健康。啊，咱这个注意生产啦，当然啦，咱也处理了后，未必凡事足好个，必定有好个结果啦。这个希望咱以后咱个国运两平时开来啦，啊，大家咱这执政者会用啊，把咱好个政策啊，好个思维啊，来把咱北上安尼用平时开来啊，咱最后嘛祝咱国泰民安啦，啊，重点啊，嘛风调雨顺啦，好。